只稍微的跟你闪应一下，你们不会的，结果真的是很好。来，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参议长，众议长潘良华先生做我们这一堂课的讲师。哪里有飞机啊？好，谢谢。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辛苦吼，咱们好佳哉，咱们无改定啦吼。哦，我那想着讲第一期初级班，我来上迄个六度吼。啊，佮第一届来，毋知影讲是困通铺吼，顶壳壳，啊，普通拢伫厝困迄个碰床困惯子吼，哦，困啊足足艰苦，着骨头顶壳壳硬都硬着着啦。啊，佮通铺拢十几个吼，我佮江苏人呢，江苏人只好着一日一日爬起听迄个第一名咧讲。剩第一名在睡了，啊，还寒吼，那时候没有棉被，要自己扎睡袋来，哦，那睡袋我也真的要留咧吼，啊，所以那次经验吼，印象足深刻的，所以秘书长在上课，三句五时就会把那次六度拿出来讲吼，啊，所以昨暝那个温度算好的吼，啊，所以你看，咱早起大家拢。这种人腾开，表示今仔有那还阁足温暖的吼。好，那么昨我，阿溪，我昨讲无了，我甲讲个完者好。好，昨讲到，我讲，伫德国啦吼，在德国上面区间车上班的区间车无咧验票。那么有一个华裔的啦吼，中国人。去女孩子去遐留学，啊，伊拄去吼，发现讲，因遐拢无咧验票，伊就去走票，吼，无买票，吼，就偷从偷渡安尼坐车，啊，尾仔去用查着，啊，伊甲迄个警察讲，啊，我着拄来吼，不熟悉，毋知要哪买票。但是到尾啊，伊嘛是去继续咧安尼。到尾啊，这个女孩子算成绩很优异，安尼毕业了。那么她去各大公司应征，结果咧应征的是表现拢足好诶，遐个应试官吼，拢甲分组拢拍真悬。但是到尾啊，拢无录取，规半年吼，伊去每一间公司，伊的表现、伊的学历、甲伊的资历摕出来，分数拢足悬的，但是都没有被录取，到尾足受气。伊阵去上心仪的迄间公司找人事主管，讲：，是安怎你讲我拢足好的，啊恁奈无甲我录取？啊，个人事主管吼，甲伊的资料调出来看看，吼，我们真的不能用你。哎，女孩子甲问讲，为什么？伊讲你有记录，你招票，好，你的信用就破产。啊，尤其像阮这间公司这大间，吼，啊，你阁是，吼，要来应征阮的金融人员。那么，阮这个公司，虽然阮会当节省成本，会当运作个加趁钱。就是因为我们所招募进来的人都信用操作都很好，不会亏空公款，不会利用公司来谋取私人的利益，哈。啊，所以啊，这个女孩子讲，我跟他招聘呢，也不花这钱啊。用我们不是看钱的大小，我们是看你的诚信，因为你若无信用人。我得要阁派一个人在边仔甲你监督，安尼我得要阁加这个人的成本，所以阮无咧监督，你若入来，阮得100%相信。好，啊，所以
这个国家若诶人民若无诚信，这个国家就要用足侪人员来给你监督，像共产国家，是咱来讲警察国家，就是他不相信人民，啊，人民的素质也不高，所以爱派足侪秘密警察来给你监督，爱、就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吼、哦，这些人应该拢爱来生产物件，来服务社会，来做一挂好的物件出来，给人类享用。结果真侪拢用伫互相监控，像国民党来台湾同款，军警群特。另外这最早期台湾嘛是有人讲是警察国家，就是政府为着要控制这百姓，因为因是外来政权，他不相信我们台湾人，所以他要把台湾的军人先杀掉。然后要派很多人来监督那次等的精英，包括所有的台湾人，而且浪费很多成本。同款在德国，因就无安尼吼。我应聘你入来，就是跟人民信用上好的，上诚信的。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互相之间如果有诚信，这个国家它所生产的东西的成本会降低很多，因为免用很多的人去做监督考核上面遐工课，吼，慢慢设足的监视的设备，哈 ，OK。所以这个，头拄仔我咧讲这个火车不验票，这个就是讲，你这个国家乃是人民的素质如高官，拢袂招标，拢足诚信的，拢守法、守规矩，就免关关卡卡安尼，就派足侪人在咧个监督验票创啥，哈。过来，那社会发生事故哈，灾难，不论是地震还是洪灾哈，中央地方长官学，甲人民要一起来救灾哦，无咧推卸责任。啊，你啊看，像即个高雄气爆，地震甲中央安尼塞个唔塞去，啊，包括莫拉克洪灾。你看，迄当时中华民国系统咧救灾，迄个效能有够歹。哦，咱像较早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咱才发现讲，咱连搜救权都没有，连什么生命探测仪也没有，包括莫拉克风灾，咱也无迄款精密的设备，哦，生命探测仪也无够，竟然叫咱的。国军所谓国军弟兄用平的平看对了有臭草，讲这是不是有尸体？啊，这是在笑死人！哈、哦，好，啊，再讲个第六，我没有下了，就是先进国家不用每一个家庭的主妇都要去买肥猪肉来炸猪油，对不对？进全台湾大家。拢咧买肥猪肉，家己咧炸猪油，啊！这根本唔是先进的国家有的现象。这都要恢复到差不多五六十年前，台湾人家己拢家己炸猪油，哇！啊，较早生活歹，无啥物菜料好配，我若巴肚枵吼，干那清饭浇猪油，就食较欢喜个吼。猪油又搁淋一挂豆油呢 ，OK。好，先公告一下啊，那个把它跳到行政人员。好，然后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哈。OK， 好。那么因为咱今天来这有参众议员啊，嘛有内阁的人员哈。那么主要嘛爱好，不论你是内阁的人员，那么你嘛爱了解咱的国会。伊是安怎运作？哈，啊，我来简单做一个小解哈。好，那么国会参众议院因内底因本身有自律权哈，啊，咱这资料是为徐信雄伊的宪法概论内底啊，我甲揭露出来哈。那么有组织的决定权利哈，伫国会内底因家己会当设立警卫啊，啊，这个警卫。跟外口建设单位是无同款的系统哈，啊，伊要
组织什么委员会，你家己会当组织吼，各种委员会。过来有人事的决定权，伊家己要请什么哦，会计单位人员，还是一挂行政人员，然后伊家己会当聘请。过来议事规则决定权，这个议事规则变哪定哦，因家己内部会当来定。过来，安全秩序维护权，好，这个就是讲，包括伊说聘请的警卫，哈，好，过来财务自主决定权，因家己的内部大概年度预算要开偌济钱，因家己会当，哦，做一个审议委员会，家己来审家己的预算，啊，这个预算免上去其他的单位审，啊，这个自主权就是讲维持国会它本身的。独立自主，哈，就是三权分立，哦，伊本身有独立自主、财务这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好，过来议员管辖权，所有的参众议员，哦，伊若要辞职，哈，啊，是伊的资格认定，啊，伊本身这个国会有这个自律权来管辖，啊，好。过来，国会有伊的会期。啊，会期有分国会之召集，就是讲你若新选任了，吼、哦，爱召开吼、哦、国会之召集。过来，会期不继续原则，就是讲伊这个会期所开会，若无决议的议案，就等于会案爱搁定来啊，吼、哦，后一期就无搁继续啊，吼、哦，就后一期有新的议案出来，就新的议案优先审议啊，吼、哦。过来，一案不在审议原则，啊，就讲你这个案，你这个会期有提出，哦，啊，后一期就袂使阁照同这个案阁提出来审议哈、哦。那么会议的种类有三个，有一个定期会，你平常时就表定的，啊，啊，就临时会议，哦，临时加开临时会，啊，有特殊状况的时候，会当开特别会议哈、哦。好。那么国会有设真济常设的委员会，啊，这个国会常设委员会一般拢对照行政部门，哦，你比如你有交通厅，哈、哦，伫州有交通厅，啊，伫中央有交通省，哈、哦，啊，有这款呢，伊就一个交通委员会，我、哦、来看行政部门，啊、哦，比如伊若省出来发展，那交通部门的上有交通委员会。哦，交通委员会去审议哈、啊，那么咱来看下，伊本身有几个委员会哈、啊，大概有二十个哈、啊。来，内阁委员会、地方行政、法务、外务、甲大账，这明朝应该，哦，恁这个分无分去分来看哈。好，过来有文教委员会，啊，啊，后生委员会、农林水产、商工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哈。啊好来，各有通信、劳动、建设、安全保障、啊、科学技术委员会。好来，环境预算、决算、意愿营运、噶惩罚委员会。好，我话，这个大部分除了这个意愿营运委员会呢，其他哦，大部分前头前这十八，差不多含啊十七个啦哈。就跟那个行政部门较有关系啊，啊下骹这这两个就拢主要是在针对本身的议员啦哈。好，好，那么国会的开会伊有法定的出席数哈，一般以二分之以上出席为原则啊，所以爱出席过半数才会当正式开会，啊那无就变座谈会啊，啊过来。全年会议三分之以上出席为原则。那全年的会议，那一般的就讲，伫委员会内底，那咧开一般的各常设委员会开的是二分之以上。那么全年会议是三分之以上出席的也是。行啦，全年会议就是讲参众议院咧开会的时，只要三分之一出席的也是。因为伫日本哈，伊
圣经口所多，他的预言的人数真多，吼、哦。你敢那中原的才480个，吼、哦。啊，你看，那安尼要拢拢来一半以上来开的，恐惊有困难。所以，那全院的是参众议院做为开会，得一般三分之一以上，哦，有出席三分之一以上的会使开会啊，哈、哦。好，那么表决的时阵有几个心态哈？第一，相对多数，就是只要进来底有一个相关的，还得遵守哈。过、哦、来，绝对多数。就是一定，比如讲，哪咧选，比如讲咱选举，绝对都是这种第一轮选落，哪无过半，上悬迄个无过半，安尼爱阁选头前迄两个，阁第二轮投票，啊、哦，这是绝对多数。阁来特别多数，就譬如讲，哪修改宪法规定，得爱三分之二，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好，开掉，那就是特别多数啊。那么表决方式有分举手啦、起立啦、啊，记名或不记名投票，还是用电子表决器啊来表决。好，那么一是以公开为原则啊，这里公开实况转播，而且。主要就是讲，要让全民会当监督，啊，佮嘛会当留下声音佮影像的记录落来吼。啊，让媒体会当自由来采访报道，吼。啊，这就是讲，媒体记者等于是第四权，哈，伊会当来监督，啊，会当把你开会内底主要内容，吼。伫报章杂志播出来啊，造成舆论啊 ，OK， 啊，这舆论就有监督这个你国会议员，你伫议事厅内底议事的这个状况哈。过、啊、来，保障旁听自由啊，你爱设旁听席，和民众啊事先申请啊来参加，看下恁安怎开会，安怎审议。过来议事。要经过记录了，要公开出版，包括书面的，还是用光碟，哈，安尼。那么，以这议事公开原则的目的，哈，主要就是讲方便国民充分了解，并监督议员是否尽职，哦，你所选出来的议员是毋是有照理想，你的理想，哦，来替你。在国会咧，替你发声，哈，替你争取你国民哈的利益，哈。过来，也让形成民间共识跟舆论，哈，以影响国会议决法案的方向，能够更接近民意，啊，这就是公开的好处，哈。啊，所以即马台北市长柯文哲咧选举，伊就是讲所有官方的资料要公开透明化。包括将来，伊若做市长，那么市政府若要发包，拢公开上网，吼、哦。啊，若咧开会，嘛拢要公开，互你无密室协商，吼、哦，上下取手的机会，哦，所以这是文明进步的方向，吼、哦，毋是国民党拢是一党之师，家己的党几个高层，伫密室协商就收掉伊啊。现在立法院跟他是行政院的幕僚同样跟他橡皮图章、哦、那么国会运作公开透明可以使议员受到监督他在国会的表现作为下次选举投票时支持与否的依据、哦、公开透明了就是你在那里做什么工作你安怎发言？你安怎提案？哈、哦，拢公开透明，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哦，你拢无法度招闪，哈、哦，别无法度作假啦，哈、哦。好，那么咱来看日本国会的地位，哈、哦。啊，因为咱将来是内阁制，哦，在咱
原则上都有日本的方式。那么日本的国会它是国民的代表机关，这是日本宪法第43条一项规定，国民主权之代表，是国家之议员，实施间接民主制，国家之议员，就是说比如你是北海道说算出来，还是琉球说算出来议员，参众议员，那么你算出来了，动算以后，你是国家之议员，他你就不是只有代表你北海道，或者是琉球，或者是九州，啊，你是国家的议员，你要以整个的大日本国的利益来思考，不是干那思考你地方，你琉球，你九州的利益，哈，爱以国家的利益，所以你咧做事是国家之议员，哈，好，那么。日本国会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啊，这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的哈。啊，真侪人拢会误会讲是行政部门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唔是，是日本国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因为是人民啊，它是国民的代表，它是代表国民，国民授权吼你这个国会去立法。所立出来的法才交给行政部门依法行事，啊，这一个观念足重要。伫中华民国系统中，甲行政、立法、司法，甲行政排第先进的后边的国家，是立法一定排在最前面，因为它是代表最高的民意机关、最高的权力机关，啊，所以是立法、行政、司法先如立法。立完法又把这个法交给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啊，你若不依法行政，出代志，后边有司法机关给你追究，哈。过来，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无别的机关会当立法，哦，就是伊干那义务，哦，国会有立法，啊，这样呢，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的，哈，哦，好，那么国会的构成，哈，也组成，咱来看的，哈。它是两院制哈，参众两院哈，参众议员它是怎么组成的？是480个众议员加242个参议员，加起来拢共722个参众议员哈。过来，国会议员的地位哈，对。那么咱要怎样讲？国会议员的身份取得的方式，无别诶。无白掉咯，就是爱参加选举，吼，由国民选举产生，吼。过来，国会有伊个有啥物议，国会议员有啥物权能，哈，咱来看，哈。国会议员本身有提案权，哈，对内阁有质询权，啊，的内阁拿来国会报告，啊，你有权利可以质询、质疑他，啊。好，对议题有质疑权，啊，所提出来的议案，好，你有问题，你有权可以提出质疑权，啊，那么议会的议案，它有表决权，啊，啊，过来，咱来看国会议员有什么特权，哈，好，得他可以获得年薪，啊，这一基本的生活费用，啊，的开支。不受逮捕的特权啊，这里国会会议期间啊不得逮捕啊。过来言论免责权啊，这就是保障公你可以畅所欲言，心无挂碍，免烦恼公讲了唔对，去用另一关哈。啊，当然你嘛袂使伤过离谱哈，讲个乱胡天花乱坠哈。哎，你若安尼。好，一任你可能就选袂到啊！哈，好，那么国会的活动的程序哈，一般国会有分会期嘛，头拄啊讲的这个会期，哈啊，国会的时法定人都要讲的啊，就表决了啊个两院的协商会议，这个两院的协商会议就是讲，那伫众议院通过法案，上去参议院若无通过。还个等到回来给众院决定审议，好，
啊，是从参议院有修改过啊，嘛是爱阁转来众院审议。啊，有时啊两边参众院意见不合，底下来来回回好几回合吼，尾啊因着会选众院选一挂干部，甲参院一挂干部落去做协商会议吼，协商会议。啊，协商有一个共识了，他阁提出来，经过参众院来通过这个议案。成为法律啊，好。那么众院的解散，众议院是可以被解散哈，这就是内阁哈，行政部门啊，这个首相他可以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哈。像即马最近日本的众院都有安倍给解散啊，啊各位，刚刚12月14号被个点选举。那么参议院的紧急集会，参议院就不能解散了。这个解散起码还留一个参议院留掉的，就是万一如国家有重大发生事件，哇，众议院已经解散了，起码还有一个参议院，他可以召开紧急会议。比如说国家发生外国入侵，要把我们修建，那我们要不要宣战？参议院爱赶紧来开紧急会议，哦，看这边呢处理这件国家大事，哈 ，OK， 好。过来，咱来分析总统制和内阁制来做一个比较，这是天皇历伊个国会所设内底哈，所参考出来哈，啊，我甲放大哈。好，总统制跟内阁制哈，来代表国家，总统制有美国还是菲律宾？内阁制，英国跟日本、德国啊。那么元首产生方式，那总统制是选举算出来。那么内阁制的国家，大部分拢是世袭啊。过来，一阁员可不可以兼国会议员？伫内阁制不，伫总统制的国家是袂使啊。内阁制，内阁阁员可以兼国会议员啊。附属的制度。在总统制无，内阁制有哈，就是讲你通过的法案啊，还阁经过首长、行政首长附属啊。那么行政首长向谁负责？总统制是行政首长，他向所有的人民负责。那么内阁是向国会负责啊。倒阁权，总统制无，内阁制有啊。就是众议院可以宣布哈倒阁哈，好解散国会，总统制无，内阁制无。那么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第总统制三权分立，行政权属总统，立法权属国会啊，两权分权制衡啊，行政跟立法分开啊，分立的哈。那么内阁制行政权属内阁。立法权属国会，但是行政立法合一，因为你得爱选举的时阵，参众院吼爱过半数，上大党迄个党来阻隔，啊，迄个党阻隔的时，大部分拢会从国会这议员内底，佮选一挂优秀的人才进入国迄个内阁，哦，所以因此行政甲立法是合一的哈。啊，这有一个好处，内阁制的好处就是讲，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合一，就是行政部门所赏出来的法案，大部分在国会咧审议的时候，大部分拢会通过，哈，因为拢同一党诶嘛，哈，所以较好沟通，较袂像即马中华民国系统这，哈，也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叫做讲新疆遐有一个乌鲁木齐，吼乌鲁木齐吼乌鲁木齐，后尾那蒋经国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得内阁制，啊，伊若起来做总统时，得变总统制，全世界拄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乱七八糟。好嘞，国会议员的职权哈，他可以议决法案哈，啊，审查预算。戒严案啊，
要不要戒烟嘛，要经过同意哈，特赦案哈，宣战案，哦，比如你首相总共要向外国宣战，嘛要经过国会通过哈，啊，过来国会案啊，比如那边签和平条约，嘛要上国会哈，好，条约案好，赶快。你看国外签各种通商条约，还是各种的条约，嘛要拢上国会通过哈。OK， 这是国会议员的职权哈。好，变呢成为优秀的国会议员，有什么条件？咱来了解一下哈。好，自身专业的学养，啊，你本身学识嘛爱有够好啊，起码通识爱捌。啊，卖像，啊，比如像连胜文，伊也唔知讲社子岛不是一个岛哦，伊讲要啊设港口，诶，笑死人哈。一般常识都好，哈，讲究你要有一般的常识啦，哈。好，过来，本身的领导魅力哈，啊，过来，接着上重要，优秀的国会助理团队。你本身阁较敖，相加相手呢，你绝对爱分派一挂工作，互你个优秀的助理团队来替你，吼、哦，抓一挂重点起来，吼、哦，这个上重要哈。过、哦、来，国会助理有哪一些种类？吼、哦，咱以美国做例啦哈、哦。国会领袖的助理，就是比如。参众议长的特别助理，哈，好，过来国会秘书处助理，啊，这拢较属行政业务的这款工作，哈，啊，过来各委员会助理，啊，咱头拄好有讲二十个常设的委员会，啊，那么因这个各委员会嘛爱请一挂助理来做一挂行政工作，啊，是来函整各。国会议员所上来提案，要爱安怎甲整理过？哈，好，过来，议员本身他个人的助理，啊 ，OK， 好，好，那么人家助理有啥物功能？哈，咱来探讨。哦，有分行政业务助理，哈，啊，过来法案助理，这个就较专业啊，因为甲要做法案，这个爱基本对法律，好，有基本的。地下的哈，你看我都把这个法案来做整理啊。过来秘书啊，这有时啊，就看安排你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还是你的这个国会，比如国会议长，伊爱安排行程啊，安排要跟哪一些重要的人物见面啊，时间安排啊。好，那么如何聘用这些助理啊？啊，在美国也有法律上的规范，哎，就是基于艺人个人的契约关系啊，这种契约啊，啊，过来为通过国家考试的公务人员啊。那么有规定不得聘用亲人啊，除了不知心除外啊，你若无要免领薪水的 bargain。但是这在中华民国系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漏洞。哈，作者好的制度来到台湾，在中华民国系统拢遭殃。哦，都那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系统哦，都拢会贪小便宜，啊，拢会钻法律漏洞。哦，比如早期。直销公司美国已经做外间的来台湾，拢予你用，你先摕转去用，用了无满意，佮摕转来退钱，作者洗发精、洗衣精，用到剩十分之一，佮摕转来退钱，拢贪这种小便宜，哈、啊。我听讲，迄间公司去中国发一个遐物倒的，中国佫较严重。做食力嘞，吼、哦，哎、啊，就是国家呐善，人民呐善食，就会去贪这种小便宜，吼、哦。啊，你看伫美国，我听讲嘛，真侪
亚裔的去到美国，发现美国哦，录影机，伊规定，予你一个月内底无满的，搁摕来退钱，看到第二十九天，搁摕去还。啊，人是厂商，拢有足好的，伊拢相信讲恁拢好人，恁袂来贪我这种小便宜。但是亚洲都计亚裔的去啊，计只拢安尼吼。好，啊、那么同款。在台湾不知心，作者立法委员，伊的助理不知心，伊迄拢是跳下卡，伊甲伊即卖立法委员转掉，即跳下卡落去，甲咪讲，委员啊，我来做你的助理，我免领薪水，我阁甲你炸便当来，伊讲哦，安尼好哦，好，但是我干那一个条件，我啥物条件，我。你给我印名片给我啦吼，啊，给我写个某某立法委员助理某某陈安德啊，啊，这简单，真来印落去，伊就摕这个名片到处招摇撞骗包工程，我、哦啊、这大某某大立委的助理呢，啊，这个要卖账哦，哦，伊安尼去撑一挂乡镇公所的一挂小工程。安尼嘛是咧贵，啊，啊那都会区的，哦，得撑较大件，哦，你这个立法委员啊，愈大声，你的助理出去标工程就标愈大件就对了，啊，这个就是漏洞，啊，好，那么国会立法技术的概念，咱来小了解的，第，你要了解这个。议案，吼，你要先了解了后，你还佫经过分析，这个议案主要立法的基本精神是要创啥？是要造福哪一些人民啊？是要或者是造福哪一些族群？啊，是要安怎让整个国家哦的行政系统会较好？啊，你要落去分析，哦，分析了，你这个案件要经过设计，列重点出来，标题。最重要，这个标题一定要先吸引人，再来主要的叙述文啊，简单的主旨啊，后边看系列详细的分析，因为一般的大人物在看，第一拢先看标题，标题有吸引到你了，你才会去看这个主旨，啊，这个、主旨嘛要简单明了扼要，唔好写个啰啰等，哈，这个主旨你若写了清楚，会当去吸引。有兴趣的这个委员、哈议员，伊就阁会看，会开你的一二三四五六的分析，哈。好，拟定，哈，包括头拄仔讲的，你要拟定这个，你要做的这个议案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程序，哈，都讲标题、主旨、甲序幕，哈。好，了要印这成册之前，你还好啊交审。有没有次序颠倒，还是这个错别字？哈，好，过来，即马重复了这个政治的提案来上去，好议定。那么议长再根据你这个提案的性质，分发到那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哦，相关的委员会。哦，你呐属于环保的上去环保委员会哈，环境保护委员会啊，好。那么一般提案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来提案，好。那么行政机关拟定这个提案了，上去给国会。那么国会，哎，也议事处也根据你这个，哈，来上我这个国会议长，哈，啊，议长会看这个标题讲啊，这个甲交印某一个。常设委员会审议哈，过来也可以议员本身来提案，但是内阁制的国家，啊，大概80%拢是行政机关内阁提案，因为内阁本身就是专门在服务人民，啊，伊上知影，一定会跟人民直接接触，人民的需要，要安怎修改法令，还是？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法案、法律，
啊，这个案件行政部门上知啊，所以大部分拢是行政机关提案。那么由议员本身的提案拢较少。啊，那行政内阁机关、行政机关所提的案拢较全国性的，但是一般的议员所提的案，大部分拢有关他本身选区的提案，所以拢较地区性的。好，啊，所以大部分拢是行政机关提案的较侪哈。过来审议，一般由议长交付给相关的委员会去审议。好，他都要讲啊，你那有关环保的问题的，交给环保委员会哈。过来，这里经过委员会审议通过，他搁交给大会来审议。啊，接着上来院会啊，哈，大会来审议。那么大会审议完成了的，由大会来表决。啊，那么表决通过，啊，就变成法律。啊，阿哥上去哦，行政首长附属。但是你要注意，只要经过大会表决通过，就已经成为法律了。那么，为什么要经过附属？有没有附属其实也没有关系，他已经在这边就变成法律了。这边和这个行政首长附属，就是讲，要和行政首长知影讲，阮国会已经通过一个新的法案，你要按照这个立法通过的法案来依法行政，爱和你知影一下，所以爱经过伊附属签名，知影讲，我已经知影讲，恁国会有新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啊。过来，这个行政首长呢，附属了，一概公布，广为所有的全国人民周知啊，让人知影讲，哎，今麦有个新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案件啊 ，OK， 好，好，过来来看行政之意义哈。其实范围定义就是讲，只要你那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案，我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来依法行政，好，啊，这是一个用国会这个所定的法律案件，哦，通过的法律，让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好，哦，这是用这个国会通过的法律的范围，好，哦，啊，那么。其实实质的意义哈，就讲差不多一般国会通过以外，以行政部门有家己的行政裁量权，啊，也让家己只要没有违背法律，法律也没有规定，哦，啊，伊也这样较宽松的认定，啊，对不对？基本是安尼讲，啊，小姐都不堪免讲哈。那么行政权与行政的国家，哦，让他做一个探讨哈。行政国家形成的原因，哈，得行政的相关职权扩大，哈，就是他说所讲的，今天因为新立法机构国会所立的法，基本上拢较粗枝大叶，拢是原则性的。那么真正的现在由行政的相关职权扩大，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在说社会福利政策，行政部门也经常可以开支票，哦，啊，你譬如你上这个法案，譬如行政部门，譬如那个国会立法部门，啊，这有关福利政策你看遐国会议员敢敢动？唔敢，动落到底，伊就无选票啊！哦，所以等于说，行政部门一直咧开支票，啊，啊啊！伫中华民国系统，在立法委员变成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差不多因上过，然后差不多会通过，足少有法度动掉的，吼，哦！尤其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吼，哦，那么像那伊个。行政部门的职权一直扩大，就是讲你要，比如你像我
35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我看银行来排队排足长的，我来问讲啊，这排队是咧从哪？伊讲咧领失业救济金。哦，那35年前，迄阵美国一寡工业吼，一寡电子产品拢有咱亚洲、日本、甲韩国、台湾，因为咱亚洲这边的生产成本较俗。所以呢，一寡产品，哦，电视、录影机、录音机、收音机，哦，冰箱，拢做输亚洲这些国家，所以因遐足侪人失业，拢咧领失业救济金。那么这些失业人，啊，伫低收入要来领社会补助，这个福利的救济金的时，是毋是政府派人去调查讲，啊，你真正失业，啊，恁厝内底偌侪人需要？政府给你补助，爱什么爱造册列名单，吼、哦，啊了，甲政府甲寄通知单，有你有这个通知单，你才会当拿这个通知单去银行领救济金，哦，较早也无讲直接甲你汇入你的口袋，你爱直接去领现金，啊就领实物券 ，OK， 啊这拢爱行政部门。甚至无够人爱扩大编制，哦，人会愈来愈侪。好，过来规制行政，就是讲参众议院所立的法，出资大业。那么行政部门伊要去规定，即个法规、即个制度的施行细则，哦，即个施行细则就作给作有诶，哦，即个施行细则是行政部门他在规划制定。啊、所以，伊的职权佫扩大，啊，即嘛拢爱有人落去做，啊，好，过来公共建设行政，社会进步，哦，交通建设，哦，各地一寡建筑物拢爱起，啊，啊，即拢爱行政部门佫派人得爱招标，招标了爱监工监督佫爱验收，啊，即拢爱行政部门。落去做，所以也职权啊，愈来愈大。啊，政府部门的预算嘛，愈来愈多啊。啊，这个造成讲行政国家行政员，说从行政部门独大，变成行政的国家啊。好，过来国际交流行政。哦、啊，早期无船啊，无飞机，国家甲国家无啥咧往来。那么现在飞行机很方便国际交流，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民间的交流，都主要行政部门外交系统要扩大部门，文化部门也要扩大编制，这一些跟国际交流的这个人才和人员，所以这个行政部门的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庞大。权力制衡功能失调嘛是一个原因，吼，啊，咱来看吼。第一就是司法部分，一般讲，那发生什么弊案，拢是司法部门咧审判，吼。那么但是，情节是较细条的，像交通违规，吼，啊，这违规免啊处罚。有交通处罚条例，吼、哦，那么这款的处罚的条例，嘛是行政部门咧制定，哦，啊，比如讲，你即马开车，你咧滑手机，嘛讲爱罚900，吼、哦，等到这款的，全拢唔是司法部门咧发的，嘛是拢行政部门，吼、哦，啊，包括比如讲。环境污染，啊，而且食品安全这方面违规，都各有食品法规这方面咧发，啊，所以作者拢是行政部门依据他的制定的法规、行政裁法咧发，哈，啊，所以等到司法部门拢一般干那咧审一寡刑事案件，并无咧
罚这些细项的，哦，啊，你若空气污染，你燃烧稻草，哦，产生烟，迄，那个像叫做公路边，甲一个农民弄个烧个稻草，啊，迄拢算环污染环境的，啊，这个环境环保部门伊个环保警察爱去开罚单，哦，迄嘛拢属行政部门，迄警察你开罚单，迄嘛是属行政部门，哦，行政院的什么警政署，好吧？嘛，内政部警政署啊，好。那么立法部门国会议员，因干那新法案尔，所以嘛无啥物，干那开会时间，其他时间差不多国会的立法委员吼，无代无啥物代志做，拢咧做选民服务尔，啊，等到大部分呢，权力拢走去伫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无啥去直接接触人民，咧处罚人民，哦，大部分司法部分是咧管遐作奸犯科的遮尔，吼，哦，啊，立法部分都开会时，立法院开会时，哦，去遐参加开会审议，比其他时间伊也无法度管人民，吼，哦，所以拢是行政部门跟老百姓较有咧接触，吼，哦，啊，所以因为司法部分甲立法部分因无啥物功能，哈，功能拢较局限，等到干那行政部门独大，啊，行政作用机动反应的能力嘛较好，啊，比如讲，我先来遮讲，比如咱到那发生代志，啊，唔像那有一个家庭有小偷入去偷个物件。主人入来拄到，哦，像最近发生一个作用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啊，因某怀孕，啊，一个小偷，看他身高180，结果迄个颔骨啊缩死有无？啊，譬如讲，若讲发生即款类似即款代志，啊，强盗小偷变强盗，杀得啊，甲你堵伤，啊，你受伤，是毋是恁兜的人爱卡119110，爱110报案？啊，佮卡119叫救护车来甲这个人送病，啊，结果卡110，哦，内政部警政署管的，卡119赶快消防署啊，哦，这拢属行政部门，所以行政部门伊的机动反应较强，你无可能卡电话去予立法委员，还是卡去予司法部门，公关刀调查头。小偷变强盗，搞到赌一空，无可能。哦，所以嘛，就拢行政部门，所以行政部门是独大，伊的权资源也好啦，伊的权力啊，也是伊的能力，拢反应上好上紧。啊，好，那么行政权在行政在权力分立体系突出壮大，使立法优位啊，本来。咱拢讲立法排第一，立法、行政、司法，啊，不过实际上咧执行的是，说行政权高高在上安尼吼，其他立法部门说相形失色啊。好，那么民主政体重要的基础将由专业技术的文官体制哈体系，以这个行政首长精英取代。本来早期有一阵仔吼，敢若立法委员足大个、足伟大，但是你若整个国家法律完备时，好像其实实际上即个立法部门即个参众议员，那无啥物代志好做，因为像美国即个国家法律差不多已经非常完备，因个宪法也好，吼，因个国将迄个联邦个体制吼，也拢足稳健个哈。所以等于说，变专业的技术文官啊，甲行政首长这些精英来咧掌控整个国家资源哈，包括行政资源哈。那么整个政治的主导权由国会移转到行政机关，哦，早期是那早期开始国会咧主导啊，但即马说。行政愈来愈分愈有，分工越来越细啊！说
行政部门说并优位、啊 OK、好，那么行政国家的问题点、啊、国会所立之法律将由行政计划规制所取代、啊、因为要定较有的一些法规、啊、一些制度、啊、所以都有行政部门他的行政计划施行细则给取代去了、啊、因为大原则大方向通常固定了，都一些枝微小枝小节的所在，等到都是行政部门他的规制来给你取代、啊、那么人权与自由在规制限制的秩序要求下受到危害、啊、你现在定得越有把人民的权利越白白得定酷酷、啊、就像说中华民国的系统以行政部门给你上这个鸟笼公投法，把咱人民的权利剥死，啊，啊，这就是行政权独大，造成立法机关变成行政院的橡皮图章，啊，啊，这严重限制了人民的人权跟自由，啊，本来是民主，以人民为主，人民是主人。结果现在是公仆都背开在 人民的头壳顶、哦、好，那么有效制衡行政权的对策、哦、那来落实依法行政、哦、啊，这讲起来好听，啊，这做有困难、啊、尤其是在中国系统教育下来、哦欸、中国的歹字讲一套做一套，讲了足水亏，做甲一塌糊涂。讲一碗讲做一汤匙，安尼说得很漂亮，做得惨兮兮，安尼。好，财政国会中心主义哈、啊，那么其实这个国会吼、哦，拢有会当有行政部门白死去啊。那以现在中华民国这个系统，因为中华民国是用以党领政，你这些国民党选选出来立法委员，你要听我党的党团的指挥，我的党的党意是凌驾民意，伊不咧管咱台湾人老百姓的要求需求，他是以如何维持他国民党可以在台湾继续。党政权为主要的优先、哦啊、所以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所以现在在实践一句话说国民党没倒台湾不好，就是这样、哦、这个整个国家、哦、真多行政裁量权、哦、都是在行政部门手里，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给监督、哦啊这地位说换政府啦，换政府比较紧啦，不用监督啦，换我们民政府起来执政比较紧啦。那么行政组织的制衡、啊、这就是说将来我们不要像中华民国系统这样那个叠墙架屋、哦、就是叠床架屋，就是关关卡卡，现在因国民党做爱做足侪关关卡卡，就是拢爱提红包嘛。早期，哦、我国民党都来，咱较早台湾人唔知道什么叫做红包，所以阵陈仪伫总统府，哦，因咧对人民咧演讲讲，爱、啊、用穿拢穿中山装，遮落袋啊，遮落袋啊，头前有四个袋啊，啊，佫下顶伸缩诶。放大，伊来讲，我们不收红包。啊，因台湾唔知啥物叫红包，因台湾迄阵无咧送红包啊，听无。伊讲无咧送红包，就是讲，阮有咧言下之意，就是阮有咧收啦。所以，像那你送个案件来未通过，啊，你无收红包，要怎会通过？啊！伊写六啊，全书写来写一本接着本，内底关关卡卡，
伊若要甲你无要你通过，伊拢有我都编了一个法条，讲啊你违反这条袂，所以袂通过。但是你若黄金一条上来，就通过啊。所以法律千万条，卡输黄金一条。嘛，资讯公开制度吼，即马即足时行吼，一定爱公开透明吼、哦。所以柯文哲你看，伊用这少年呢，这少年呢无包袱。啊，柯文哲有这雅斯伯格症吼、哦，啊，所以你看伊咧讲话足直白，所以人讲伊是白色的力量。另外一个讲法，他是白目的力量。伊讲话足直的，哈，伊袂晓拐弯抹角，啊，所以伊嘛感觉家己介奇怪，啊，我敢若讲诚实话，做实在的事，那会敢若变英雄，安尼表示这个社会出代志，恁拢在讲白话，敢若我讲实在话，啊，所以我变英雄，敢若我突破国王的心意，原来我讲实话，啊，我煞变英雄，啊，开始台湾生病了。大部分人拢咧讲白话，拢讲假话，干那伊拢直接讲，哦，我足欣赏的，足趣味的，哦，所以讲我足希望 AM 伊就调啊，吼、哦，改变台湾，从台湾民政府开始。所以柯文哲以及白木市长哦，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哦，他是白色的力量哦，真的北方，好，哎，行政监察官制度哈，咱来说一个，啊，讲了这行政监察官，啊，是安怎爱有这个制度，表示台湾人也生病了。真济拢讲一套做一套啊，拢咧招票，像头拄我咧讲，迄个女孩子跑票吼、哦，就是没有诚信。哦，日本人来甲咱教迄三项：守时、守法、守信用。迄、那个信用无去，吼、哦，所以说爱阁派一个监察官来甲你监督。啊，这那新成立这个制度，这个机构。还阁开钱，还阁有人，啊人你来发薪水也爱开钱哈、哦。那么现在国家行政机关应该具备的特质啊、哦，咱来看嘛。哇，啊这他跳袂好。行政与立法之制衡作用啊，刚才有一件代志我袂记啊，这是较等下阁来讲哈、哦。因为咱等下要考试哦哈。哦啊、我跟你讲吼，我头拄啊讲的吼，不一定会考哦。但是我等下讲的吼，会安怎？一定会安怎？是恁讲的。啊。咱两点钟无休困吼，所以你若要上洗手间，点点啊去，啊点点啊转来吼，免甲我讲。好啦，恁认真听哦哈。议案的提出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啊，因为我怕有一些高沙的朋友听不懂，所以我用北京话讲。好了，议案的提出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联署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
实施该款法律案时所需要的经费的文书。好，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由理事行使职务。好，议长宣布开会之前，即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休息后，任何人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表决时不得附带任何条件。好，表决时不在会场的议员视同弃权。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著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委员的辞职由议长许可。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啊，这个讲过了哈。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以单计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众议院常设委员会要举行联合审查会时，必须通过两议院长协商后做出决议啊，这个是错的哈。好，质询包括书面质询与口头质询。听证会之公诉人，指听取利害关系者和学士经验者。Okay. 好，再来。选举参众议院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达到总议员三分之一以上后，议院可以举行议长的选举。参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以获得过半数为过半数选票为当选。议院休会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或总议员四分之一啊，这是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议院可以召开会议啊。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全体提议者的全部啊的请求才可以撤回议案啊，要全部啊。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不信任案的动议或决议案时，必须附上理由，由议员出席人数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才可以向议长提出啊，这个是二分之一。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的事项有：开会日期、开会时间、提交会议的案件及其程序，这三样都要。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发言，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的问题或超出其范围。如果出席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要求，就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是五分之一。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该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个罢免法官这个请愿，议长要送交法官追诉委员会。好，有关议员的请假
必须附上理由，并确定日数，事先要向议长提出请假书，经过请假许可履行的议员，出发回来的时候必须报告议长。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又出席会那个议院的会议，则请假许可自动失去效力。好，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事务局出示当选证书，是出示当选证书。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之后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设立。参议院议事规则设有17个常设委员会，那么众议院议事规则则设有20个常设委员会，众议院比较多，众议院是20个，参议院是17个。有关会议记录的叙述，一，议事要依照书记法制记。会议记录由议院来保管，会议记录要刊载在公报上。同一个议员就同意议题的质疑不得超过三次，不可一而再再而三。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就得票最多的2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不是，这条我说不对。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就得票最多的2人再举行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但得票数相同时，就用抽签来决定。好，特别委员会委员人数是由议院来决定，是议院整个议院来决定，不是议长，也不是委员长，是议院来决定。好，我先读一遍，等下有时间哦，我再去读一遍，好，大家来了解哈。有没有北京话听不懂的？拢有啦哈。OK， 好，安尼咱阁继续哈。行政与立法之制衡作用，议会内阁制跟总统制，这两个。在内阁制，行政跟立法制衡作用有什么？就是说大部分议会，众议会它可以实施倒阁权，哦，这个内阁来重组啊，那么内阁也可以宣布解散国会，解散众议院，众议院啊重新选举，那么重新选举，就看对一栋，这个议员得票数上高啊，人那个候选人上多，由那个最大的党得票最多的超过半数，超过半数哦，如果没有超过半数，那你就要去联合其他小党来过半数，这就是联合内阁啊。那么呢，像以前日本的自民党一党独大，大部分拢是自民党家己一个党的组成内阁，所以有倒阁权，嘛有迄个解散国会权，内阁首长，就是首相有解散国会的权利。那么解散这个众议院，那么众议院也可以倒阁，倒阁就拢顶来，重来啊，你若个倒阁一点，给你宣布解散国会，但是内阁伊嘛会当主动直接就解散国会，解散国会顶选举，一般呐行政首长这首相要解散国会，就是他有很大的把握，
选一个对于这个党上好的时机来解散众院，重新选举，重新那个拿到新的最高的民意，重新组阁，啊，来推行他要推行的政策。像即马安倍先生也发动罢免，这个嘛，不是罢免，这个解散国会，就是伊有按正要修改宪法，啊，要定选一挂较右派的，或者新的议员出来，会当支持伊即马要修改宪法这个任务，哈。那么总统制是三权分立啊，在日本不，在美国，国会参众议院啊，也代表联邦的这个权力哈，立法机构。那么国会伊是伊嘛会当弹劾总统哈，众议院会当弹劾总统，但是众议院提出弹劾总统是由参议院来审议。众院敢那有权力提出弹劾，但是弹劾能不能通过是参议院的决定的啊。OK， 好，行政机关之权力，哦，执行法律的权限啊，立法机构以定一个架构，但是你也开施行细则，你讲这个执法执行法律的权限哈。只要没有违背立法的精神，哦，大部分都 OK，哦，啊，所以当然你在制定法律的施行细则的时候，哦，都有一些法律专家，哦，也共同来拟定，哦，啊，如果有发生缺失，哦，再过来修订，哦，好，外交权限是我们目前我们台湾民政府，哦，没有外交权，哦，这买不共，没共哈。好，人事的权限，那么，那就美国在国会，它可以新创设新的机构。那么，伊买这样为了精简人事，把两个机构给合并。啊，上新的就2003年，伊新成立一个国土安全部。伊就甲一挂情报机构甲合并，伫这个国土安全部内底，这就是因为2001年那个9.11事件发生了后，伊发现有一挂各独立运作的机关横向沟通有问题，这个机构有发觉哦，宾拉登人家的开打组织有要攻击美国，但是无甲这个消息横向连接乎其他的。其他的军警侵特的单位知影，所以造成911的悲剧哈。好，那么财政预算编列哦，执行的权利啊，这就是讲，只要你这个预算哈，你这财政这个预算编列上去立法机构的审议的时候，啊，你那如果不是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的时候，你会当发现伊，那像国民党内底作者创作的预算，哦，伫一挂国防预算内底，啊，这国防预算真侪拢甲你讲机密，哦，袂当提出来公开审议，啊，拢伫暗，会使讲有一挂暗盘交易藏伫内底，哦，啊，伊拢甲伊讲这是军事机密，哈，袂使泄露，啊，拢黑箱作为通过，哈。那么执行的时候，当然国会爱去监督，哈，嗯，但是即马目前真济时间啊，审预算拢一书一书，到上尾啊，讲啥物挑灯夜战，拢拖到上尾啊，啊，包裹表决啊，三节啊，几亿0.几%遵守，哈，啊，所以伫真个国民党主政下的系统哦，真乱，咱都。所算出，尤其国民党的议员占多数，所以在野党无多集结力量，会当个翻盘哈。好，政令制定有一挂权限哈。那么，这个政令哈，行政命令呐哈，
这个制定的权限。那么在这目前中华民国系统，咱的立法委员差不多很少有能力去个监督啦。啊，这就是咱做一个二等国民哈，咱去由这个外来政权来给咱管，啊，伊给咱当作三等国民。他们都在照顾军公教这个系统，祖先说在台湾贫富差距也越来 越大，他们只照顾军公教，还照顾财团。你看像顶新这个黑心油事件、地沟油事件，这恶心油这么大的事件，那么你敢有看到说先进的国家会怎样说这个国民吃十几年的这些歹油，这真难想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人得癌症的这么多，就是十几年来我们都在吃这些有毒的慢性中毒，他这慢慢给你偷，他就从阿扁的老林开始，这些进口的这些非食用油，他也是真正拢是动物用咧食的油，当作人咧食的油咧，互咱食。所以台湾人即马血油剂的全世界第一名，肝病嘛全世界第一名，怎啊？即毒的物件爱经过肝内解毒，佮即个肝拢超载，拢负荷相当，规工到暗拢解毒拢解袂哩，伊一直解哩，一直甲食毒哩，要来解哩，所以。病愈起愈大间，啊，病床拢无够，真侪重症的病患拢伫呆呆迄个大人遐咧排队，咧等病床，吼、哦。啊，台湾人较相信呆呆，吼、哦。啊，即嘛，比如讲像柯文哲，伊即个医生吼，伊、哦、好个在是真固执啦，吼、哦，伊会使讲。折善固执，伊认为对的，伊就头啊，头咧咧一直做去。哦，就讲，伊认为，伊是医生，他没有分男女，无论你哪个列个来给伊看病，伊拢同款甲你看。哦，啊，所以像阿扁啊，向关入去监牢内底，真侪日军的医生拢唔敢去插。因为拢为许种国民党的军警前头一个间隔，哦，大家拢救伊，拢唔敢站出来替阿扁看病。但是柯文哲伊敢，伊接这个阿扁医疗小组的召集人，吼、哦，你看伊敢接。啊，当然伊是有伊家己的理念，伊认为。国民党吼，马英九对阿扁啊，这是不公不义，所以伊敢白目来接这件，他不计他的毁誉，所以国民党的人切伊切噶，吼，所以唔开，大家想办法要甲修理啊，吼，伊这艾滋病期间的是发生算失误啦吼，但是伊的 SOP 是写了真好。所以，作为专家来审议这个 SOP 没有什么问题，哦，包括罗斯雷，哦，你嘛有人加封一个名叫做崔高雷，啊，伊 M149要叠这个柯文哲有无？啊，你看叠一个倒单，啊那柯文哲起码卖加伊十几年的薪水，哈、哦。薪水单、甲伊个缴税的税金单、甲伊个财产，拢总甲公布、公开透明。哦，咱头拄仔讲个公开透明化，资讯公开透明化，伊拢甲公布，大里边呢，大概密密麻麻。甲连胜文呛讲，我看你对啥来？你莫阁叫你个二军、三军罗斯雷啦，还是蔡正元？我公布财产，你赶快来，你有哪对我赶快，你公布你个财产。本来咧调 M149，讲伊贪污，结果查无啊，吼、哦，台大病院院长甲叫伊立法院
伊啊发起来发一工，甲呆呆的名声甲站伫涂骹。即个所有的医生界，真侪伫呆呆做过医生者，处理开业者医生，大家拢反弹。即造成了反弹，连胜文阁失分。M 一四九叫审计部去查，查无，审计长嘛伊又叫伊入法院发起，伊讲，啊恁是甘柯文哲讨的呢？啊恁赖皮，你拢混吃等死。啊审计部部长这嘛是恁国民党家己选出来的官，敢有可能去为柯文哲？公务机关伊尽量不爱插代志，哦，拢卖，男女拢卖插。伊就秉公处理，安尼想要代，爱查嘛，真正查无犯法的依据啊，所以用 M 一四九叠柯文哲叠无着，倒转来柯文哲甲伊的财产公布，佮连胜文公布，连胜文唔敢救伊，安尼连胜文变到失分，所以罗斯咧最近乖乖点点，因为包括蔡正元，柯文哲讲伊的窃听案哦，有迄个老鼠尾这代志。啊，张景生主动要去予检察官问案，检察官挡无来，对无？挡足久个。啊，个蔡正元阁去法庭按年申告讲，窃听案是柯文哲因自导自演。吼，伊一日去按年申告，这个新闻传转来到柯文哲竞选总部，规竞选总部欢喜甲拍扑啊，因为这一个加分啊。佮甲柯文哲加分啊！啊，所以因迄边个竞选的人员哦，每一个动作拢是咧予柯文哲加分，更拍伊，伊敢若是咧回旋镖，端着讲飞倒转来拢牵着家己啊！哦，迄回旋镖你知影吼？啊，所以天佑台湾，真正好佳哉有出一个柯文哲吼，伫台北市可能会让甲咱台湾人。出一口气，好啊！甲国民党请全党，包括五院的力量啊，监察院也出动，所有的行政部门吼，五院差不多拢出动啊，法院也拢出动啊，好无？叠一个柯文哲一个人，叠袂倒。伊是一个素人，从来没有参政，做医生好，做是三十几年伫待待吼，安尼，你硬要甲叠叠到即卖变台北市市长，我今仔。咱甲柯文哲拍扑啊！吼，感谢伊替咱出一口气。吼，那么柯文哲伊一寡运作，伊另外我感觉伊足厉害呐。伊康欣一个人白袍一个挂起，家己一個出来海选，路边捡人来，拢来，无论你哪里，拢会当来我竞选总部来甲我斗三工。安尼，即个杂牌军，伊有法都经过伊的 SOP 定落。开始分工合作，哦，你文宣呢？啊，你行政的，啊，你做啥物？哦，宣传的，还是去做组织的？安尼，伊有法度仓促成军，结果佫做有效率的。所以，伊这个人真正头壳好，吼、哦。伊你看，一般隔行如隔山哦。你做医生要跳过来做政治人物，哦，你随便讲做个政见出来。佫袂讲出错，哦，啊，这无简单，啊，所以遐有一挂短片，我足希望大家入 YouTube， 啊，你甲选柯文哲，哈，啊，你去看，伊安怎咧讲伊的市政蓝图，伊的规划，伊的对，伊要讲用文化来，哦，改变首都，哦，用文化这个来做伊的选战的主轴，哦，伊讲改变台湾从台北开始。啊，所以，这个我认为伊是会使讲，若安尼甲看，足先较早阿扁来吼，迄阵加起这个玄龙，啊嘛足先，这个总统级的人物吼，啊，那么头拄仔有讲到，要做好一个国会议员，真重要，爱有一个好的国会助理，啊，这我拄仔想着讲到阿扁啊吼，我来讲因太太，阿扁啊。那1980年哈，因为伊迄阵有做一个杂志社，伊做社长，叫做《蓬莱岛杂志》哈。
那么伊内底有一篇文章是咧讽刺，迄阵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冯富祥哈，他用翻译代替著作，啊来从迄本册来当作是伊个文章，啊用掠包，啊所以个迄个文章就是咧个讽刺，结果迄个冯富祥过，结果你知影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所以阿扁也告输。用来关，啊！伊个拄啊咧选立法委员，所以阿扁也着杀因太太吴淑珍出来选，哇！结果高票当选嘞，啊！当选了，咧做立法委员吼，阿扁也出格，就准来做吴淑珍立法委员的特别助理，哦，这个助理真正大大尾嘞，大身嘞，因为阿扁啊做阿些。伊文笔也真好，作啊写文章、写议案、提案，所以迄阵吴淑珍伫立法委员煞敢若变一个明星，哦，记者、电视、报纸拢做伊个采访，哦，所以有这个超级助理、国会助理员，造成这个吴淑珍煞变立法明星，哦，立法委员一个明星，那么赶快。谢中廷咧做立法委员，嘛有一个这个助理叫做卓荣泰，啊伊嘛做甲真好，到尾也家己跳出来选，选立法委员，伊嘛去选着，哦，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国会议员，你首先会当去先做国会议员的助理，去遐学习，哦，看立法委员伊是安怎咧做，伊安怎运作。啊，所以我头拄仔咧讲，柯文哲伊有法度仓促成军，啊，这个杂牌军，佫是拢是全少年的较侪，拢足够用网络的，啊，这个少年呢嘛较无包袱，较袂晓用迄个人情世故，所以造成讲这个少年的恁沟通嘛拢足直白，哦，啊，拄仔含这个白目，柯白目足会下。咧沟通的效率足紧的，所以伊咧决定代志，柯文哲咧决定代志拢足短，因为这伊训练出来，因为伊伫那个重症这个医学中心吼，迄急诊的入来吼，迄拢伫足短时间来决生死的，你无法度想济啦，伊拢随看，伊就随决定，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动作？要为对先止血，先要安怎急救？伊随下令，边仔只医生护士就跟着动作。伊即摆拢头出嘴尔，伊无真正咧装叶克膜，所以罗斯雷咧甲笑讲，伊袂晓装叶克膜。啊，伊会晓讲啊，伊讲无啦，我无咧装啦吼，我拢教只护士、护理长因咧装。包括迄个护理长蔡碧如的番哈，这个蔡碧如怎啊会对伊对甲遮调？就是讲，伊做甲足有尊严的，因为柯文哲足尊重因这专业，柯文哲甲叶克膜写一个 SOP， 予因这护理人员落去依照这个 SOP 去做，拢做甲大家拢足顺，一直训练，尽量伫足短时间会当甲叶克膜装好安尼。在这个状况下，这十几年运作量拢足顺畅的，啊，所以伊这个 SOP 也写了之后，所以台湾呢，伫柯文哲领导的这个叶克膜团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所以北京咧开这个医学会议，好，啊，因派伊跟叶，因这个蔡碧如这个护理长去北京咧讲课，请这护理长去咧电话讲课。下骹是50几个全中国上好的医生的这个，拢来学，这个主任哈，外科主任拢来学叶克膜要安怎操作，包括作者是医学中心的这教授，拢来上叶克。所以这蔡碧如，吼，伊讲足有尊严的，我一个护理长尔，会当中国上优秀的这50几个教授，医学中心的主任拢。来听我的课，柯文哲坐伫边嘛，东西啊，两者，好，伊是指导者，
伊唔免各类亲身，所以罗斯咧这个头吹高咧搞不清楚状况，拢科摩柯文哲袂晓啊，拢嘛遐护士咧装诶，伊唔知遐护士拢是柯文哲训练出来，吼、哦，啊所以搞不清楚状况，更跌就是拢倒单吼，啊、哦、所以柯文哲好厉害，遐杂牌军医呢，在很短的时间经过集训特训。啊！伊把 SOP 拢下来，哦，恁的作业标准成绩啊，有这个标准作业成绩，大家照表飘操课，杂牌军并着正规军，伫军队时间，把大连舰队大家当得西歪，吼、哦，好厉害，吼、哦！所以这是咱爱学习的所在。好，把柯文哲哥拍一下破案，好、哦，谢谢。司法相关权限，赶快！司法部门其实吼，司法迄阵林良港讲，迄是皇后的贞操吼，啊，这互笑到要死。啊，司法你若这个司法你若让人无相信，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动荡。吼、哦，你若人民受到委屈去按铃申告。结果拢没有达到公平正义的对待时，今摆何讲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啊那安尼是这个国家一定乱的。啊那他已经没有正常的管道可以伸张自己的委屈的时，哦，无法度得到公义的审判的时，就变成在人民只好自寻出路，啊、哦，的。暴力相向的来啊，吼、哦！所以司法这真重要，吼、哦。好，好。那么现在国家行政机关应该具备的特质，哈、哦，行政机关必须对国民、国会来负责，在民意的支持，好、哦、下信任下，才能存立，哈、哦。现在这个行政机关，你要看。最近这行政院院长，哦，尤其像即马这个江宜桦，哦，做个不得不提，哦，最近敢拢避开吼，因为食安事件了，无啥看到这个人，哦，啊伊讲要好啊查这个食品厂，根本这唔是食品厂的问题呢，你包括你行政院你的。财政部的所属的这个这海关，你这海关你有进口什么食用油？哈，是动物用的，还是人用的，还是工业用的？这油，你爱管制伊的流向嘛？你有进口这物件对吧？伊流向走去对，这都查足简单，由上而下咧查足紧的。啊，你住咧小厂，啊，一间一间都咧查。哦，啊，速度真慢。哦，啊，即马就是讲，上重要人国啊，你咧做人家的工匠，就人家的工匠；啊，咧做动物家的，就动物家的工匠。袂使男男做一个，这工匠一定去分开。所以你这个做人家的物件，你若有进口动物用油，你把这个工匠，安尼就是有问题啊嘛。你拢唔免讲啥，你是安那甲？动物用的用油上礼拜做人要吃的这个工厂来了，所以动物跟人这个工厂绝对要分清楚，袂使讲啊，我的工厂都做大间的，内底有做人吃的，有做工业用的牛力士哈，像机油的，啊有要做动物吃，袂使安尼谂，绝对是分开，在一定在不同的城镇来用哦，啊这是真。很简单的，会当分开，让你会当模棱两可、上下其手、浑水摸鱼的机会。所以制度重要。你若像这个 SOP 有做好，像柯文哲伊把 SOP 做好，你就分类嘛，分流啊。人家食用油就是分流来人做人家的工厂，动物家的就是去做动物家的工厂，绝对袂当让你。男男做一个，互你会当浑水摸鱼的机会。啊，这简从简单嘞，
但是这么多年来69年来只要这个中华民国的系统没要这样做、哦、这就是他们可以收红包嘛，其实都知道你这间工厂有在做黑心的东西，这些环保相关单位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但是他就是都在等说孩子来给你顺红包，人就会越来了嘛，你接来的人就知道你的意思，说你给你秃头说要送红包，没要开罚单，没要派人给你调查，要给你报调查，叫来调查、哦、所以像这些官员怎么都可以开名车、啊、财产都那么多、啊、不止都可以出国旅游，他的生活跟他的薪资所得不符合，这绝对有贵嘛、啊、所以像这样 在台湾这中华民国中阳光法案都没办法通过、嗯啊、通过就是见光死，这些官员差不多一半都要抓去关，都贪污嘛，他刚好有这个阳光法案通过、哦、好好，那么行政机关由政党 承担政治责任，你拿内阁制就比较有办法说是政党来承担政治责任、哦、你拿做不好也这样，众议院啊，联那小党也这样联合其他较有正义、较正派的议员也这样来倒戈哈、哦。啊，当然你做不好，后一届规个党去用换掉的哈，那、哦、就是尾啊，自民党尾啊分裂哈、哦。好，行政机关应有任期限制及更替的可能性。哦、当然这经过民主选举、哦、你如果比如说总统的国家选四年执政、哦、美国、哦、四年的执政一直换、哦 okay 哦、好，那么行政机关必须由文人统治，不许军人干政、哦、这是文明的国家，这必然的、哦、都是文人统治，文人总统就是三军统帅啊、不许军人干政，在民主无形式的国家，真侪拢，尤其像东南亚，哦，像泰国，哦，柬埔寨这真侪拢会军人干政，哦，包括菲律宾嘛安尼，吼、哦。啊，无准。啊，对啦，哎、欸，啊，李登辉我真钦佩，就是讲，伊嘛是一个人，伊本来做副总统。啊、你敢知道伊安怎做到副总统诶？就迄阵要选后一任诶总统，迄阵还阁国大代表代理选正副总统。迄阵伫中山那个中山路吼咧开会，要提名总统、副总统。迄阵蒋介石已经糖尿病真严重，爱准备提名的进程，好、哦、啊，蒋经国去上厕所，啊，他去上厕所上很久，啊，外口咧等伊要提名副总统，啊，伊的随从，你要甲问讲，报告总统，啊，副总统要提名谁？哎、啊，等下放了，讲你等会啊，讲你等一下啦，你等一会啊，啊，你等会啊。出来宣布，哈！李登辉哈，鼓掌通过，啊，莫名其妙，蒋渭人做副总统，安尼，啊，无想到讲，蒋经国在任内，因为迄个研发核，伫台湾研发核原子弹的迄个中科院的副院长，张献义哦，叛逃，蒋经国的核子大梦。哦，所以遐资料送去美国一礼拜后，随联合这联合国的这个原子能总署的这个人来，甲台湾中科院啊、甲清华大学迄个核武的研发的仪器拢拆掉，甲迄原子炉甲用暗图啊封起，啊，变无法度发明几粒啊原子弹，堪阿强啊抗衡，所以无几工后，蒋经国出。七孔老血气死哈！啊，在李登辉阵爬起做总统，啊，李登辉无班底啊，
伊无后生啊，因后生死去啊嘛，所以伊起来家己一个人，无伊无我，伊有才调，甲国民党的军头郝柏村斗下来，甲这个东头李焕把他斗下来，另外这李登辉兵法真正足厉害，伊大声甲郝柏村讲来，你来做国防部部长。啊了，我阁予你做行政院院长，啊，即马予你做行政院长，尽量爱去立法院咨询，吼、哦，被咨询。啊，你等于配合民进党大炮一直甲弄，阁弄郝柏村，有无？郝柏村不止咧朝令夕改何妨，吼、哦，朝有错夕改何妨，吼、哦、啊，民进党就往来一直甲弄，一直甲讲郝柏村军人干政。啊！你那迄军人哦，原来较土地，哦，尤其你看迄白白遐粗，哦，啊！真啊，大老粗一个，袂堪恁人结，吼、哦，恁话结甲拢出错，吼、哦，作个言论啦、啊，哈、哦，好语录，吼、哦，迄两工时间无哪甲我讲，尾啊，郝柏村做甲安尼全台湾安尼怨声载道的时，你等于讲，哎、欸，你代表国民党来做行政院长呢？啊！你做甲遮歹，老百姓反弹遮大，哇！你好通落来呢？你看，伊由一个永远的参谋总长，有无？郝柏村本来是做参谋长，因为有任期制嘛，啊，比如两年了，入来空军较轮啊。结果要甲李登每个蒋经国要甲换，伊发动全台湾军事演习，抗议讲伊不爱落来。啊，蒋经国不然唔敢甲换，准好继续做，所以人唔敢讲郝柏村吼、哦、是永远的参谋总长，就是安尼来，吼、哦，伊、啊、当不听指挥，教官最爱抬头，你知道？啊，但是伊都郝家军呐、啊，伊训练伊提拔作者将军，伫陆海空军拢伊个人，所以伊敢那是个军阀，伫台湾变一个军阀，会当跟蒋经国对抗，伊敢发动军事演习。所以李登辉，没了蒋经国嘛，惊着，所以准备搞嘛。伊惊讲，那对撞了吼，搞不好国民党政权会倒，所以蒋经国吞忍落来，准好阁继续做。啊，那么李登辉是用软硬兼施，好无？以前甲你啊，你来做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变文人，得甲解除伊军事武力装备哦，但是伊还阁控制伊做国防部长。郝柏村就可以，但是佫佮先来做行政院长，伊就用拖久了，兼军方换李登辉一直升台级的将官起来，换李登辉的势力稳啊，即嘛换李登辉，你也落台啊。伊衡量伊的势力，佮伊的，伊家己嘛要开伊的军事会议哦，伊按怎要叛变哦，但是要开无啥会成，伊知影讲伊的力量输啊。所以伊只好乖乖下台。你看，甲一个军头，李登辉是一个文人，无班底，有法度甲个军头抓落来。佮甲东头，伊即马换叫李焕去做，有无？李焕嘛是同款啊，伫里外配合民进党，佮弄甲李焕做袂掉嘛落来。所以这两个一个落来，李登辉的势力就稳掉了。哦，这就是李登辉嘛，互我真佩服，就讲伊一个人尔，同款。有一个人我足佩服伊个，就是咱个秘书长，伊一个人无钱走去高雄选举，安尼会当教教即马咱有遮个，咱拢伊个子弟兵，华里个子弟兵，吼、哦，啊我足感谢伊个，因为我足侪毋捌个代志，拢来秘书长吼、哦、较了解，较早伫民进党，无咧讲台湾个正港个历史地位啦。法理国际法理地位拢无，包括建国党迄阵嘛，遐教授教我写文章，但是拢没有烧到痒处，无讲到重点，无像咱秘书呢，规套的，甲台湾的地位遮复杂，啊，讲个会当讲啊遮清楚，啊，这足无简单，因为美国遐好伊遐资料，伊有法度安尼经过分析整理写出来遮个册，吼、哦，互咱台湾人了解，吼、哦。好，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啊，我讲袂完，哇，好呀，我搁兼甲你读一遍，要搁读一遍无？还是你拢会晓啊？搁读一遍啦，吼，啊，歹势，我用较紧的时间搁读一遍。因为公平起见啊，过去拢讲两遍吼。后来咱注意听者吼，来，议案的提出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联署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实施该款法律案时所需经费的文书。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由理事行使职务。议长宣布开会之前及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休息后，任何人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哈，这对的哈。我现在在讲的这种对的哈。表决时不得附带任何条件。表决时不在会场的议员视同弃权。好，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制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好，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委员的辞职由议长许可。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以单计无记名投票方式来进行。哈，质询包括书面质询与口头质询。听证会之公诉人，指听取利害关系者和学识经验者等。好，再来这选择题。哈，好，选举参众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达到总议员三分之一后，议院举行议长选举。哈，三分之一。哈，好，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已获得过半数选票了。哈，为当选，过半数选票。哈，好，议院休会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或总议员的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议院可以召开会议。哈，是四分之一哦。哈，好，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全体提议者，啊，全部人数的请求，啊，是全部啊，才可以撤案。好，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不信任的动议或决议时，必须附上理由，由议员出席人数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哦，来向议长提出。哦，这个是二分之一。好，如果出席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哦，五分之一。哦，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这个单位。哈，是法官追诉委员会。好，有关议员的请假，必须附上理由，确定日数。哈，向议长提出请假书，经请假许可履行的议员出发和回来的时候，必须报告议长。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出席议院，则请假的许可自动失去效益。好，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事务局提出当选证明书。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参议院定期选举后第一次召集的时候就要来设立。哈，第一次召集就要设立。哈，参议院议事规则设有十七个常设委员会，众议院议事规则设有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哈，这是众议院它只有二十个，参议院十七个。好，同意议员就同一议题质疑不得超过三次。哈，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就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票数多者为当选，但如果得票数相同，
就用抽签决定。好，特别委员会委员人数是由议院整个议院来决定，不是议长，是议院。好，以上二德加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总议长，我们再用热烈掌声，谢谢邀请，谢谢，谢谢。好，中午的。